挥兵一挥，欢迎光临罗马仙池。罗马仙池，祝您条条大路通罗马。你谁呀、啊？你认识我？干嘛？啊啊！嗯，30多了，没有固定的工作。当演员，你去演也演不好。表演是我的专业呀、啊，大哥。长得像老李，名字叫小王，想死也是应该的。你想在临死之前做一件伟大的事？来给你一无是处的人生添点颜色是吗？要成小吗？那你多大了？应该是32，是有点行了。